苗栗战争府国旗上面，东三万这个推动满五传统，又打出苗栗的满五欢迎品牌。对满五传统的策略规划，都就会红按照强势教育、社中好教科学教、培养海洋环境教育、落海洋知识。下辈透过镜头，看下到万里去看一下，记得样板推动海洋教育。这是由苗栗万里街环保团体所发起的清滩法通，透过实际经验海滩的垃圾，传达爱护地球、做好环保，还有对海洋的尊敬。不然都堆这里，车子会开不过去。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先教育起来。那当然教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家长，他们也会看到。那家长也很认同的话，就会有一些可能社会上的公司行号来，那我们希望说推广多一点人，因为我们的海洋真的是这几年来污染真的太严重了。猎片是海鲜一家亲环保协会的集体，今年头两推广新农教育，同时做海洋教育的准备。除了透过清滩推广海洋教育，今年还个希望搬海滩垃圾是得有很较好的利用。目前基金得到一条好高的认同。等一下，你们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颜色的颜料，好，然后再做一下我们的这个彩绘的部分。那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管理高中的图书馆地板，几个学生当头彩绘，进行对海滩要来的五样要求，透过简单的图案表达对环保的想法。我画是一个岛，然后它是鱼的形状。其实我想要代表的是台湾，但是可能有一点不像，然后再来它长了一个角，就是我想加入一些人的元素啊之类的。底下的海就是岛与海与人跟鱼这样子的结合，这样可能以后走去海边的时候会回想起我在高中的时候有画过这样的一个艺术。除了捡完了垃圾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把这些垃圾再做一个利用？然后这样的利用，我们又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这样子，然后我们对一个彩体环保团体都好高，海洋教育从万里基金开始，同时当头成长，就等很多有相同理念的人向下参与。客家新闻吴祥平、罗凡新苗栗报道。